另外，有旅游业者发觉，讲最近出国的团数人客和去年同这个时间比起来，减差不多两成。因为每年2020年元旦假期无连续休几多天，另外一月底要过新年，中也阁有选举，加影响到民众跨年较无想要出国。为了要来拼生意，一挂旅行社拢提早杀跨年优待。像讲咱看到日本一挂行程，招第二个人做回来，会当扣3000到5000，也阁有韩国10000块有走。另外业者嘛加压，会当抽澳门飞行机票要来拼业绩。旅客逛甲大包细包来到机场，准备要欢喜去度假。不过旅行业者发现，即阵啊带团出国的人甲旧年同期比起来，超减两成，景气无好，为着拼业绩，所以今年就提早杀跨年的旅游优惠出来。对，1月1号刚好是在周三，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，可能请假的部分，也许他们就会有所考虑。另外的话，当然因为刚好明年1月份呢有选举，所以有一些客人可能会想说，那可能在选后呢再去选择行程，对他们来说可能相对会比较。便利些。今年跨年无人假，加上跨年了后，佮过两礼拜就是新正年，真侪民众拢要等到休寒，也是过年的时阵才出国，和跨年团的业绩受到影响。业者提早杀好康的出来，尤其看准日本钱佮韩国钱最近一直落，佮创下这5个月上佳纪录。所以旅行社杀一部分日本的跨年团第二个人优惠的活动，平均会当省3-4千块，那是配合出席行程两个人做伙，佮有5000块的优惠。另外韩国冒一部。分的方案唔呐，唔免10000块，阁有机会会当抽澳门的机票。也有一些就是家庭啊，和西家代券啊，然后扶老携幼会去一些，比方说这个跨年的时候有雪可以看的地方，比方说去围炉啦，好，比方说就像北海道啦，或是东北比较北的地方。旅游业者分析认为，2020跨年上兴的航点主要是台湾附近的国家，像讲韩国首尔、日本的东京、大阪，阁有泰国的曼谷。跨年团抢人客，旅行社提早杀活动出来，希望。会当把这阵啊变卖业绩，搁扭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